又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哦，总觉得最近啊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了。会不会是生理期啊？对，我又不是女性，怎么会有生理期呢？哎，男性也有生理期的哦。待会呢，就让我们一起来请教医生，来了解男性生理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